第二个地球主，岁月必主，为什么呢？这是。Hello，大家好，我是威哥。首先呢，在这儿祝大家新年快乐，诸事顺利。这新年第一期节目呢，其实就想和大家聊聊贺岁片。今年的贺岁片可谓是阵容强大，大年初一就有八部贺岁片上映。 大家也许会有些纠结，到底看哪一部电影好呢？《流浪地球》确实是一部科幻里程碑电影，《星爷的新喜剧之王》也是情怀与泪点并存。那这些电影呀，放在年后年前都可能是票房毒药，而我和老婆孩子却选择了《疯狂的外星人》。哎，大人小孩都能看懂的喜剧，才是过年应该看的合家欢电影。 你可以说它剧情单一、内涵不足，但请不要把一部电影说的是一无是处。一家人去看电影图的呀就是高兴热闹，根本不会去纠结电影的细节。大家期望最高的由星爷导演的新喜剧之王上映首日票房二点七亿，上座率百分之五十五点八，但是到了大年初二就出现了崩盘，票房仅为一点零七亿，较首日暴跌百分之六十，豆瓣评分六点零，勉强及格。 有人说星爷的电影呀，剧情紧凑，节奏感好，笑点多，泪点足。王宝强的演技非常完美，女主也很出彩，体现的是周星驰一直以来的赤子之心。但是也有人说周星驰的电影故事老套，一如既往的小人物的奋发图强，一如既往的心灵鸡汤。没有周星驰的光环，这部电影根本上不了院线。总之，大家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呀，褒贬不一，出现两极分化。 而《疯狂的外星人》上映两天，票房就破五亿。黄渤、沈腾、徐峥，那是当下最红的三张喜剧脸，哪一个单拎出来都能扛票房。宁浩导演一次集齐了三张王牌演员的超豪华配置，从一开始就彰显了电影在票房上的雄心。剧情欢乐而应景，电影院里的阵阵笑声也说明了宁浩在精准挠到观众笑点的能力上仍然是宝刀未老。 宁浩导演非常用心，全剧没有一个女演员，而且歌与剧情中的情节非常符合过年时的情景，好评如潮。该片主要讲述 C 国整天想着这个拯救世界，想代表人类和外星人建立友好往来。外星人好不容易答应与人类建交的时候，却因为宇航员自恋玩自拍惊吓到外星人，结果飞船意外坠落在了。 耿浩所在的马戏团中，各种阴差阳错，外星人头上的能量环掉落，失去了超能力。最搞笑的是，耿浩竟然把外星人当作猴耍了，而且把他训得服服帖帖的，骑自行车、走钢线、翻筋斗、金枪锁喉，样样精通。上一秒耍猴的耿浩与卖酒的大飞还在得意的驯养外星人，下一秒就变成了外星人暴力下的蝼蚁，二人被外星人整的是怀疑人生。 令人敬畏的外星人沦落到地球上，被中国人当作是猴子一般驯化；而真正的猴子套上外衣，摇身一变成了外星人。看着一群老外对着猴子俯首称臣的模样，感觉有点高级黑。 其实呆萌可爱的外星人并无恶意，只是想来地球采集人类的基因带回去研究，没想到阴差阳错落到了耿浩和大飞手里，因而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一群飞来飞去的 C 国 FBI 特工被耍得团团转。不管大飞和耿浩是用酒泡外星人，还是用酒灌醉外星人，这都是一种直接的中国文化输出。影片结尾，喝得醉醺醺的外星人对着二人说了一句：“哎，一切都在酒里了。” 转身上了飞船，顺便带点白酒回去给其他外星人品尝一下。沈腾与黄渤两位笑星强强联手，还有徐峥演的外星人，已经可以说是票房的保障了。反正喜剧片吧，就图个合家欢，好笑就行了呗。在座的各位都笑了，哎，这就是好片。不知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咱们下期见。